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standing in front of one of Chengdu's most iconic and famous buildings. A city like Chengdu, a lot can change very quickly. 20 years ago, a flood came ravaging down this river and destroyed this entire bridge. Then they rebuilt it and built this fabulous restaurant. But in 21st century China, things change even quicker. Metaphorical floods are hitting the city every single day. We have a rapidly changing landscape, modern high-rises springing up, luxury brands. Chengdu is in the middle of a transition from a leisurely town to a modern metropolis. And what band is better to express that than Stolen? These guys started here as college students, and 4 years later, they've grown into one of Chengdu's most iconic bands. Their dark and feverish music perfectly expresses the anxieties that people experience when faced with such rapid change.我们想在就是音乐方面做一些跟我们平时生活不一样的一面，每个人都是会有 dark side， 对不对？
们来成都的时候是大概七年前，就到成都来读书，读高中。对，然后所以这七年怎么说这个变化？就反正特别快，特别特别快。特别是加上现在有网络，我们觉得有时候很恐怖很可怕。对，因为你会觉得，就可能你一半年你不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不会不认识它，你会迷路。只是说因为接触了摇滚音乐或者是我们喜欢的音乐，然后可能会有一点想法上的不同，就跟普通的中国大学生有不同的地方，就这么简单。生活上面是对差不多，对生活整个生活上面包括大学生活呀，然后那些反正每天我们就是上课排练打游戏。对，反正我基本上就围绕这三件事情一直度过了整个大学。也有其他考不过的考试，就是所有人都要做的那些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概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对，就那些很傻的东西。也不傻，反正挺好的。应该不要就是现在给你卡住你这个。因为说实话我们也只是做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其实我们也并没有去分析或者了解这个环境或者市场，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常搞不懂就是网络上大家的一些关注的点或者品味或者说大家很热捧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也完全不懂。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些那种中国媒体的缘故，他把有些其实根本就跟摇滚乐毫无关系的东西，他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就是摇滚乐，然后他去误导别人，你知道吧？他误导别人，就是给别人感觉就是，好像摇滚乐只能以那种形式出现。我们在今年，的十月底应该是会到七个城市，可能七个城市，七八个城市做一个小型的。怎么说呢？西北算不是就一个小范围的巡演嘛？我觉得是一个寻找知音的过程，你知道吗？就因为中国有一个叫知音，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了解你音乐的人，但其实就是知己，就是很了解你的人。你可以在巡演的路上收获特别多的好朋友。中国的演出每一场演出之后都有一个饭局，都有一个大家所有一起演出的乐队一起吃饭的局，然后他觉得特别好，我们也觉得这个是中国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可以。我在中国觉得饭局这个事情就只有在演出之后，就我觉得在中国就饭局这个词语就只有在演出之后会变得比较有意思，其他的时候都很讨厌这个词语，很多人都很讨厌。就饭局就很多，比如说家庭的饭局、工作的饭局这种就会你必须很讨厌的这种东西。对对对，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你长胖了。就很多年轻的大脑在互相传递的这种感觉，就不是说所有人都很无聊的在说一些没有营养的话。就比如说为什么你又变胖了？你为什么还没有结婚？你什么时候生小孩？我说直白的话，你工作为什么？你工作一个月能有多少钱？不是这种，而是我们更多会讨论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没什么意义，但对于我们这些就做音乐的人来说，因为本来平时。我刚刚说了自娱自乐嘛，然后终于你找到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玩了，这个是非常开心的，对吧？